树宽，跳上梯上拱，要翻梯架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强化的老后生人大追顾了。唔知大家从小到大嘅梦想系乜嘅咧？有人想要做先生，有人想要试飞行机，有人想要做汉啊多模强样嘅职业。唔过咩有人讲，当你小时想要本梦想很想，唔系脑子，你敢有样敢真金会按嘅咧？你下唔敢系行啲梦想嘅路向咧？也系做出老嘅沃特。做出老几条放弃的咧，今日有上到六个后生人老太家，向下来分享，几多个资源都带去马街做上来分享。首先，老太家收费都是阿志怡。大家好，我系梦想英国有办成一班那个阿志怡。给男我一班去修三忙，没错。因为性格没失去一班呐。好。我们说，那我一般可能无法做半身，就希望上到170公分。你啊，可能哈神人生了，好，圣梦开闸好。老太家交给董黑丽家。黑家好，黑有名，圣梦给你家家家耶。第三只，老太家交给董黑应成。大家好，我黑上爱做布里斯比从三两个应成。第四只，老太少介都系肥气呢。大家好，我呢下上到车工嘅人生行嘅嘅。梦想嘅深夜当中嘅飞起咧，听到啦，就叫做白强。大家好，大家好，我系钟白强啊。梦想对我来讲，需要爱、忍耐、冇做唔到。所以啦，小鸡就系假人。大家好，我系跳摆想去做新闻主播嘅假人。哇！你俩下都在做嘅什么？我就唔知，等下来看看人家嘅口条，人家嘅口语嘅发音，上辈做啲冇。不过假如讲到话，俩下有千多年嘅从小到大有冇咁样梦想？不过对于声音来讲，尤其对于俩嘅师太嘅声音来讲，真见得上要喊下多嘅现实，因为俩下名路师太懂法太，将嗱来看一下，请大家认认为俩下嘅小学生。學教的先生，然後學生的佢最後的前三名的職業係乜嘅？有法家、體育教練、體育先生、唱戲的設計師，有怎麼樣傳統人、先生、醫生、陪伴的師傅、高手人人，還有田徑選手，最尾係名風。請大家來先看你認為小學生會同你讚頌的職業。阿志，你来分享一下你认为怎么解社会上会好了三种职业？我刚问你大条名的就是面缝，就像人家林冠群、孔龙梗梗。因为呢，其实一下嘅摄影师年轻的话，就会看一下三 C 嘅产品嘛，东西有看天使啊，可能记得唔敌天使嘅名色系马莎，不过太大都敌没有朋友马莎，系真系弄厉害。古早来讲个一下就会先年记得记动接接触一样嘅东西，古早动词嘅面缝就会记得嘅目标还有偶像，古早来讲个大条名就会面缝，嘅天一名就会呢天津线素，因为先年就动好搞天头，嘅天津线素记得就会。非常的天真，就分享讲，哇，古早爱高天通爱就做穿洞都浅呢，就会按我个想法。嘿，古早天经线，所以我每天生黑生你的羡慕洞中洞好个怎样啦？就记得会懂先，按我说，哎，又做一大天通，又做穿太浅。给第三名呢，我就感觉讲是圆通眼呢，怎样个圆通眼？因为呢，虽然一下个生意洞接接出按我个三 C 的产品啊，不过呢，我感觉圆通眼天生就会懂厉害，唔会推流行诶。古早圆通眼应该就会轻到诶。尤其是西来啊，西西个些就穿好大蓝球啊，嘛个个，其实我觉得香港人以后爱做怎样个运动员？来，简单来讲下，你认为小学生最好的三种的职业是哪三种？我一前三名是西来的前三名，因为我要西来爱神全部是西来。哇！其实过些幼稚园的时间就会拿个手机搞游戏，翕相；过小的时间就偷偷用个天哦剪样片。哇！简单的通通养大。网红啊，唔，其实唔好在镜头前面，唔过后置做得。哇，董建南嘅通发其实咪会做。等一下赖给我留一下。我其实懂便宜，懂便宜，现在用都做得。好，古时候呢，就是用个啊，韩国其实有 TB， 所以古天 TB， 所以天津线素，还从头得讲。古时候呢，唔过我
该变到天意嘅系因为嘅吃到工厂时嘅盐卡多，盐卡多，诶钱，冇听错，系有对面就要砍卡多。唔过工厂时咩系同天罗有关，我说又排到天庙，唔过系跟外省条都冇卖好。他有准你这样讲，我说你用哪一只？西茶路，西茶路。都唔好，你當下高天咯，天唔講嗌嘅露台，嗌要試嘅露台，其實全部寫時就講嗌，聽說會做醫生，哇，懸壺濟世，你要治療另外四個人嘛？嗌嘅落寞咧就講嗌會加本醫生，就聽說會同醫生有關，故說咧嗌就同啲醫生邊都要，因為可能以前研究後，醫生係喺要醫生上面。蒙错，你下来公布了答案，来根据国语嘅日报嘅儿少大卫来那个调查发现过，前五名分别系医生，还有天津先生、信上，还有昌西嘅设计师，还有今年嘅运动员，然后告诉了全系前五名嘅，排名个真嘅都太高，后即系莫讲啦，仲系什么应该都太高，后详细是信上嘛，因为你看信上，因为刚好最多接触系信上，不过谁来可能？但是是电竞选手，那从小到大，真正会摸球，到了行爱加讲到嘛，后生应该是开始去做铁路哥，还有进入一四二三的前三名嘛，就电竞选手啊、网红，还有那个全部是系那个鞋台会老台长有关系啦。不过底下问题在讲，从小一开始的职业想来做乜嘅？谈讲根本有非常电影样嘅答案，太敢冇吓到吼。你家先来讲哈。就会挨，看眼后想到按电影下吼，挨。这个世界的资源，后面去懂电影下就是 Hello Kitty， 我唔错，做猫咪哦，咩咩咩猫诶，鸡毛追嘅怪论，莫记有卡通点会讲法啊，我记毛追，跟两下老追两下，哦，我唔会讲法，你去他主持啊，太棒了，太棒了。想来做唔系硬嘅东西，冇，因为其实世界世界就有个对亚东多嘅卡通人物有个梦想嘅感觉，像亚下嘅新年可能佢就会哦，我要做个 Elsa 公主啊， Elsa 公主啊，佢要叫，佢好硬啦，硬梦，哎，咩东想爱做公主，都东想爱做啦，其实我做了解，因为我应该想，嗯，就想爱做恐龙，这更奇怪，有可能系比我的阿姨啦，阿姨就先恐龙妹啦。不过其实呢，这个世界就有按有个诶资源嘛吼，就想讲啊，可能系想唔错啦，但是诶，他个世界就较真怂啲喂，像诶，贵少个时间唔真怂，贵少个时间呢，我就总想爱做个名声，因为爱系中南人嘛吼，爱中南客家人啊，就有个王心凌啊，这个时间讲爱你就懂中意记你啲嘛，可是爱这个时间哦。我要跟王心凌一样，就有一个目标，嘿，我在世界时就懂下来做名声，但是呢，都会差不多，高中贵中的时间就想讲，爱做名声嘛，哈，我上来就偷来 hiko 好烟，高中唔是，就无 hiko 咯 ，hiko 好烟就是说，然后爱熊熊的无强用力嘛，但是喺懂中一个舞台嘅感觉，不过太好嘅时间，就想讲啊。中央演演吼，其实咩动开，还讲去浅东南川，嘿，我就想我今日来做个儿童剧演员来吃宽呐，金港南川，金港南川，动圈动圈，故事你做演演就讲啊，算了啦，但是我自己又懂好讲法，懂好分享事情，我想哦，今日就做主持人好嘞，就做一下广播主持啊，主持人就一下一条路强用。OK OK， 拜拜拜拜，听到嘞，唔嘅字眼应该就会边高来边高去，叫做花心大萝卜。发条不？发条假。但是我做马给都做对啦。我做马给都做对啦。阿妈给是做唔上。哎，太经济。我做马给做唔上。好，你哈杭州对，杭州对啊，可以最后做给就会春钱。嘿。因为逢佳节就被涨价，他故意是的。哎，真的。每逢佳节真的要提咖啦，经典哦，可以按辛苦给他一点奖励哈，支持一下我们科中立人好不好？哎，中立奖金支持一下中立该摸耶，好冇？拜托拜托。哎，会给人来讲，相识多台又买个纪念。其实俺相信，可能什么都想要做线上吧。哦，有。系啊，所以接触最多个应该都系线上，所以俺一开始个时间俺系想做线上。不过到透过中个时间，因为信号压力动态，俺是想讲，改革到速透的时候咧，什么志愿都不需要有。对，是想讲买咧，俺到够中个时间，因为透个系直销，俺个东西俺是记得俺个志愿其实系不限人家庭个，其实记得我靠。
你就读职校嘛，还一直读一张好的科技大学，还是冰洋一直在捞科学园区，刚用起科学园区动风啊，因为走在亮股票啊，兴趣有动够啊，哇，汉堡后给国台后头也很传播，也每某走传播，包括只会汉系都转来好搞告诉啊。把钱有认同吗？其实介好父亲啊，这几个吼，是就什么时候想要做线上，俺俩点系冇认同，因为俺选择谁来那么动手做线上啊，俺上到俺。四分，大家莫讲啊！看起来是强心脏。好了，谢谢，不要误人子弟。你毁人不倦呢。俺俩经验呢，像鬼小是可以死的，鬼小是年生的死这样。俺转福卡吼，所以俺是讲还人工吼，有个娃娃嘛，大家都有养娃娃嘛。谁有养娃娃？养娃娃，摆到街边好看啊！我会搞去上课啊，还有还自己写黑板啊。俺像这是为自家练瑕疵，他就练哎妈个！大分数，一百分。他讲要讽刺给他那个粗的，要买那个老师，对对对，他会补水，还有，他就蛋场就八分停停哦，还有打勾勾，因为现在搞得他顺，还有写月，哎，这月太复杂，我都是假上，星，假上，嘿，所以俺从写字动写会走线上，因为后来都鬼撞差不多够撞时期了，俺突然发现到，俺上因为上到动四分啊，走线上头。好犀利！首先，我是想改做，我做歌星、歌星、唱歌啊，唱歌哦。哎，我咩单唱常常听听哦，还做功课，还是当是图书馆哦，请查老歌唱有相关的书本来读，来研究看。哦，我嘛有咩来发声啊？哎呦，有慢炒，所以假使大家想要做歌手哈，来，听来是准备，刚好去翻起嘛，语言的动法，非常发现到了，拍摄很好。观众朋友，大家咩想看唱，写到大家梦想，起码该谈讲诶，采从 U E V 去上爱做新闻主播，不过到了他连续按叫歌手，去敢做会上韩国人唱，写到台梦想度过嘅阻碍，起码该等下再来继续留大家听下来分享了。哎，卡点，这天空音可能会变了哦。苏贞昌讲给风采微了。天空音可能会变了。也就讲，怎么苏贞昌讲变了，就都有变了。给卖烟了。啊，你不是给卖烟？干爹给卖烟，俺朋友就该摸太阳那摸呀。欢迎大家都在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而上团是问大家讲从细到大自己的梦想系嘛？噶还有啲啊哈，小学生都在想要做嘛嘅事情嘛？唔过简呢，一开始就讲到从细就想要做新闻主播，做嘛嘅？梦从啊，过小嘅时间真劲动想要做新闻主播，因为佮用时有咧动有名嘅韩国喜剧《爱上女主播》啊。第一款呢？真的，你爱美腿耶，你爱美腿耶，爱有干呢？你叫咩哦？我看嘅，好嘞好嘞好嘞。真奇动，我看故事还是想讲，跟爱美想去做主播，然后去参加给主播给哈林演。哦。真奇黑地配个天师腿，给主播给 V 的蛋糕，坐在讲新闻安尼。我讲呢，贵重过后呢，眼睛低到。人呢要有自知之明，要没？因为应该个公民懂欧巴，欧巴都爱长途，有一班应该同好老板讲，哎，干点，给天空音可能会变了哦。苏贞昌讲给风采微了，天空音可能会变了，也就讲啊。怎么苏贞昌讲不用料就都有不用料，别卖烟了。啊，你不得给卖烟？敢不得给卖烟？俺朋友就该摸太阳那摸呀。敢不得给卖烟？敢不得？俺知道不得，怎么还给做在讲台？起价做在不用料，哎呀！原来俺朋友俺同学就来讲，给行政严重。嗯。行政严重不能就做在给天台。对啊。俺就唔得，俺完全唔得，我被发生嘛个事情。哦。就行到将些上发上发都给降度的怪。系冇唔得。行情染中去的牵连嘛个，哎，某你乱嘛做在突然时中行业，还是改做搞不赢啊？做在，你好，你好，你好，董事，董事，董事，好嘞，董事。不过今半夜吼，唔系半夜来选举造势哈，哎，请来播一段《后生新闻》本所有观众朋友，圆梦计划，圆梦
计划，我们还有上台上供也是要照顾大家的梦想。他供体啦，是下周下架电视台的主播。不要先让观众朋友讲他，千万总得转台哦，千万总得准则哈。欢迎暂时没有时间，多谢特别客家欣赏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欣赏新闻，我是主播顾佳呢。哎，糖果下个天师台啊，有咧异魔鬼才哦！糖豆看到呀，天仙就想到五仙谱；糖豆呀，自从给闹夜上咧，就糖豆给 RMB 系共享的糖豆暗香嘅歌曲。大家听错，记得下个礼拜五暗铺头九点准时收看。还有上台上歌，一下呢就问画面搞不完嘅记者。吴思总啊，总顾，喂，主播，主播，什么主播？什么？哎，爱上新家主播，海鲜就不用问题。第一个黑主播，第一个那种娱乐新闻，他是娱乐记者，主播，因为哎呦，我等下 A 码改啦，我老爱讲你自家 A 码改，不过大家抢势都太，是有安尼个梦想啊，今天也算圆了嘉宁的梦，不然我们也知道嘉宁这个梦永远不会再实现，好，安尼就地台大的地都好啦。不过紧紧来讲，抢势都太，有安多某强的梦想，祈祷咧如虹，到底系乜嘅变做咩嘅感觉实，也系讲呢个阻碍。阿飞庆先来讲一下，好冇？跳舞班其实应该投诉改时间啦，那是很对，该种理工科系动就是很没办法的。嗯，他博后开始动想去考，又都有设计某些艺术改，所以应该都初中毕业改时间，其实应该跳去考国立艺专。哦，跳改。嘉宁叫学姐，学姐好，我擦身而过，开始跳去考，结果真是考到嘞。哇。恭喜应该要在很多年前才讲，可是考到不敢讲，真是不敢讲，因为一家我想到爱去安阳个所在图书室爱发动到钱，韩国有爱带动我背，韩美不看人有冇机器，尤其系该东西爱讲韩出个世界机构，其实你不会讲学艺术是赚不到钱。学艺术还存不到钱，我要死，我要死，你要动单考呢？那给管一动，嘿呀，给管一动单考，其实起到，其实你问你是乖乖去上班存钱，所以我看你是唔机器，所以应该只好放弃那张梦想啊。请进啊，卡斯福卡图有两个瓦边山，又来考山，又来瓦边山。从一个后辈个支持给你，你个梦想可能是会实现。该你敢知道，你瓦边山真个董冲耀。真个知道董冲耀，我收起呀瓦边山应该就会讲支持你个人，像福建人啊、上海人听出来支持你嘛，因为我知道你要对梦想呀如何啊，听出来要懂多个声音。比方讲啊，你行个戏剧个如何，有人听我讲啊，唔会赚钱呐，你有朋友吗？系啊，也系你爱做形象啊，做仪式个时间啊，你听。都唔好啦，呀，应用办好。我想做 Hello Kitty 嘅如何？一上到你下就做对啦，要唔是嘛？该上瘾啦，哈，哎，想爱你就做对啦，哈。我想来知道，哎，佮沈红嘅上瘾，系董重要嘅哦，系讲，哎，梦瘾来中意几次嘅瘾，把变上瘾法，其实，哎，佮梦想嘅一条路向东南行。韩国其实有上时，你自家有热情，想爱行东，而自家嘅路上，哎，梦想嘅路向，但是又冇钱嘅话。跟一起幽默，幽默人支持你的话，古时候我爱说到一百冰山吼，真的是董重要的啦。白强来讲下，我相信大家都知，张白强先生在卢洪最大的阻碍是玛莎。嘿，讲阻碍哦，诶，讲杀跳口那下好啊，感觉杀。嘿，就是张妈妈 for sure。然后还要讲。国小的时节了，诶，国小他们国中的时期了，最流行个个综艺节目，诶，选秀节目咩就《超级星光大道》，还记得吗？俺妹妹有看哦。在那边，好啦，俺家你去看的时节了，俺是想讲，哎呦，俺别当跳唱歌啊，想去参加，结果来俺老俺妹讲，结果吼，俺遐国中听听，俺看就记服呀，会发光的金子永远会发光，哎，想讲，哎，当就投力哦，等到高中的时期吼，结果，该去就是反做超级偶像哈风嘞，哈流行嘞。我爱都看星光。你在那边？偶像我有看。好，几下楼啦，几下楼。超级偶像该时间了，俺未到，俺未讲，俺想要去参加。结果等到大学的时间了，你是辞旧嘞，你做在做你自家想做的事情。
但都真经太好个时期哦，我家里用是哦，嘟嘟好当很润，爱本个香港个凤凰天使台又凤凰，凤凤又了只机会做，你本机了签下来，我就转发下老几讲啊，他就讲说。你最想吼，而家射嚟哦，而家大學嘅文憑吼，以後就唔會冇退路啊！哎呀，我話有道理啊，有道理哦。結果等到大學真正畢業咧，我講我做主持，因為我社區接到係一個陪曬老人講嘛嘅，我都是三個字，我媽說嘛嘅嘛嘅嘛嘅，哎呀媽寶咧。結果等到大學畢業嘅兩時，我真正想做主持哦，我提一百。总算勇敢敢到去讲，我想做主持，然后去讲 no， 哎，结果又好呢。你讲发现，你有为鬼做事体无坚持呢？假使你要坚持落去，你就干哪又喷我血咯？你叫欧巴嘞，因为浮夸戏，他只能演那种浮夸戏的角色。唔过啊，又都有事情哈，因为近期调查，噶又讲到哈，做乜嘅梦想模范生，你提提是系讲摸钱摸时间，遇到动作嘅困难，最多是系乜嘅，然后也系讲我卡度嘅时态，你摸几次，所以不应该梦想摸法度坚持下去。唔过又上次是讲，诶，有啲嘅梦想喺唔从细时，哦，一个懂好懂好懂好。想去做，结果泰国去做啊！哦，好歹我无坚持，因为很困难，不然方向破灭的。就很矮，因为其实泰国都挺矮，就懂中医生人的嘛，矮就懂好生人的，我都不会死呀。故作用是矮，就是我跟矮。按爱生嘅，嗰阵我就做去做幼稚园先生，哎呦，我当年就都在同生嘅教啊，去照顾生呀。结果真正做嘅过后，冇按改，因为按爱生人嘅系按爱肥事情。不过呢，唔想看呢，唔系一类生人嘅，系贵办方嘅生人。韩国呢，创造幼稚园先生，哎，你爱土生呀？创平从生理上办法，冻住做嘛嘅，所以水冻住，还做得歇困下。等一下，你上班边度水？你住住头发嘅水。因为生年呢，所以冻住的时间，其实可能是用蛮亲妈妈、亲爸爸或熊妈妈。不过呢，你觉得个爱衰毛啊，爱衰就会怪己衰毛。妈妈在心里比较苦，默默其实更加哦，你就会怪己衰毛。还有你爱用那的啊衰毛啊衰毛，结果呢，其他妈衰退，我就会衰退的。哎呦，不过你就冻干苦、冻痛苦，因为你就冻伤会衰毛嘛。韩国因为爱吃个黑本身冻腰筋，每日生年的心情。我希望大家来到俺嘅学校都做得欢欢喜喜，不过有段时间就会可能其他敏感，嘿，俺就会看到有段时间可能心肝都话冇按平分，俺就会动腰筋，俺会感觉哦，看到就非常的艰苦啊，韩国有段时间真嘅哦。不偏一下来松空，真嘅看到就讲紧，我就会想讲，我夹爸爸妈妈啲，唔攀得，系古上嘅韩国有段时间，我讲我要懂恶，我就冇办法认同佢搞嘅方式。喺嗰种嚟讲，我后来我作为三妹嘢过后，我讲亚洲条路对我来讲咧，心理负担挺大，我就老严重讲拜拜。唔过严重讲，哦留下来留下来，我讲我冇咧。你去毕业咧？你毕业？他终于毕业啦！一下子冇卡住吼，土家嘅外甥啊，土西西是好咧咩？怎么改啊？又按干苦，但骨子谈得动干苦，唔过哈系。阿英整的故事咩冇结平分啊？冇啊！动干苦呢？冇一些就冇干苦。韩国人同大家讲，我都压下行去梦想，我来做护理师，我差不多突破少嘅时间，我就发现到哦吼，我动姜叶，哦，又动到，还有我其实动姜朱砂，我自家朱砂就叫到爱死咧，我同朋友朱砂嘅爱用加砂啦，韩国人几下年我就有观察，我就发现到护理师真是喺动辛苦啊，因为佢要接触到嘅病人喺十分多，唔单止要做专业嘅事情我来处理哦，上司嘅病人还会。问哦，护理师啊，我按你做得无啊，我按你个病情都奇怪无啊，一下有问题无，一下症状无啊，咦，到我的前男个问题哦，阿个嘛是无问题个时节，又想我们同大做一股，哎呦，护理师要进，可以来讲呢，结婚忙啊，哎，我有个吼，明明三年个小结婚好无啊，当然还会回答按你吼，一堆尿个问题就算嘞，还会一针能量个。去照顾病人，古时你看啊，底下条吼尿嘅房间地板，还会动真人用嘅来做，古时护理师真是吼，唔系按简单。真嘅，新蒙所有嘅衣服，人家还有本地都有装上啦，新蒙基都有。
来会我们今天平安健康才可以在娘娘胖地图来留人的时间。不过上世道台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乜嘅呢个方向来破灭台韩国家是呢下有个一日体验的职业营，不应来参加，你想嘅体验乜嘅跳舞咧？等下再来继续啦，大家听下来分享了。来吃到四比韩剧吼，就董兄诶，不用多给味，韩国就唔滴爱吃多奶味，就是好像什么叫爱吃多奶味？哦，因为就像个，它好像没有像富茶一样有那个轨道路线。You 是什么？哎呀，我欢到啊，来像个诶，董兄好像探险第二天奶味。韩国没董兄来做孔福演，我们抽出来干嘛？天公的时间，俺就排些公车，该咩嘿？欢迎大家多上来后上台上光节目现场，而你上一团蒙古大家是个强势多台梦想的阻碍是嘛个？还有你强势梦想做唔过台的去接触过后，将会本意梦想规则破台唔过。谈讲安尼，蔡崇有一双因个梦想，唔但像破体，唔但像烂体，天天还水到鬼体内，飞起来。真是水到鬼体内，因为爱想做空中小子。空腹燃，哎，爱第一可能做的长期是切对中的咩？哈，爱是第二可能基本上，哎，怎么会有小学同学来当空空姐？年犬没就训够，讲话没够好谈。那是很训够，嗯啦。那是很训够，嗯啦。差一滴滴，所以我的梦想是水到鬼天来。兄弟，兄弟，莫杠天呐，莫是昨天长茧。哪种杠天？哎呀，长茧昨天最厚，最好那个茧会长那么厚。对没？我上过啦，至少你做得上啊，还上就唔敢上，从来冇上过。不过假设了，他真嘅有给你一日体验，最上嘅体验哪一种正业咧？阿丽家来讲下。上爱去家就同上爱体验技师、技师。哦，四比两级，嘿，四比两级嘅，嘿，而且有空安问题耶。冇，爱是都亚懂，很帅气，很帅。因为爱看懂到嘅，四比两级嘅，谁摸爱都上到董奖，很有气质，佮就酸呢。韩国每次都四比韩剧吼，就董兄诶不用多给味，韩国就唔滴爱吃多奶味，就是好像什么叫爱吃多奶味？哦，因为就像个，它好像没有像富茶一样有那个轨道路线。You 是什么？哎呀，我欢到啊，来像个诶，董兄好像探险第二天奶味。线图，佮打沙台，打台个咩相图？所以你哎，刚才看到有得几万去送 pencil， 好像就是放在那边。那是有自动导航的那个巡航。就像那时候几时啊，跟你一样宽宽厚啊。你不丑哦，可能有不应该射下来呢。哎呀，不会哦，还有，你现在还想继续做吗？韩东兄哎，好，那大家要小心。以后你去考哪间航空公司，要绕台再讲。我们千万不要去做。给父母菜，股价直接跌一半。可以快点摸，你这样直接赔了。买啦，整个亚太在股价跌一半嘛。该阿志怡哈，唐工没董兄来做孔福演。我们抽出来干嘛？改就先收房嘛，就清醒啦，冇先回啦。不送干嘛呢？该飞天工的时间，该就排些公车，该咩嘿？哎，你做嘛？因为看到记得清讲。因为其实真人说给说去丑鼻样，给出过去了的时间，该就干过哇，该孔福演呐。一清二幺们，上路的将漳州的做空服员，我说呢，空服人员等于将，我说那些矮州空服人等于妹将东将。哦，嘿，就按我个意思。所以你现在做不了空服员，等于妹将，等于不将 ，no 将，不将，没两个意思嘛。嘿，呀嘿，金嘎将，嘿，你讲嘿讲，其实太假，虽然我也是会有按我个空服员个梦想，不过后来真人就成功，就冇办法嘛。冇关系啦，他生意做得够继续大饼上嘛。就风险可能挨摸的啦，本意做啦，本意做。利应证吼，唐记吼，
有一个懂奇怪的体验。哎，这种系烟虫系最实际嘅，因为我上去做马甲，我就直接落去吃看呐。唔对，我就梦想呐，啲咧梦想，我咧又实际落去吃看呐。我咧就发现到我上去做护理师啊，啊唔过冇办法照顾人咧，你太讲啥名唔到。咁我咧想用上去做一个善良嘅 Angel， 见唔到，冇相关，我上去做一个当善良嘅天使啊。冇办法照顾偏远，跟俺去照顾，比俺喊卡爱给你就好了咩？正主意，咩黑啦？同阿偏哥，俺想我来做企鹅嘅招呼，你做企鹅咩啦？我以前系咪当充企鹅？俺想我做企鹅嘅招呼，人系要出嘅，冇错。你比边俺喊卡爱，差唔多都挨嘅七条一片，早起就嘅，要爱爱冇冇，要下片啦。有啦有啦，有的他冇中央品种，冇中央。假使给皇帝企鹅，皇帝企鹅可能低调点。冇差唔多啲呀，真嘅，因为俺有去哦，俺上摆就去那个海参馆、海神馆咧吼，当当是动到钱哦，去买几些东西。哎，差唔多几多钱？几多钱？哎，唔好讲哦，差唔多哎，一只数是一送哦。哎，冇啦，只会只啦，啊唔过。张医师本中听听，我就想讲，哎呦，佮挨 V 其实是一摆东西，我吃按多钱，佮上手挨就落去做一个海参馆的照顾员 ，V 其实东西佮好不挨钱呐。故说我就想讲，假使做的有只梦想嘅吧，我想去海参馆当照顾员，因为他就做得了呀。唔过我有你当不了照顾员，也可以当海参馆的动物啊，对啦，生物啊，你没动动错。他买海参馆是有一只企鹅嘅时节，做在孤矮啦，吼，还没去做演员嘅。应该都得做到以后，完全强调望因为眼穿吼，假呢？你想要做音乐体验，去那片体验？俺想要去美国嘅百老汇体验。哇！因为有一班人俺去看嘅舞台剧，就会做《冰雪奇缘》。佮俺用啥物冲过？通花地都唔会冲，累过时间会满伤。你想要做那个雪？唔系，雪宝。可以低副腿蛋糕，真给一秒钟就完成。哇！吓，感觉可以有给样片抽吗？有可以有美特效，美特效，也就真的有奶仙啊，那么干有奶仙，带下有奶仙，真的真给很震撼。古松雅就会想讲去参加他的后台参观，有亚扎发通，你想要做 L 啥？有亚扎发通，有亚扎发通，有去带下去看其他个机关啊，用办做。还讲因为伊下面去做剧团经营，古松其实通发去做在第个，你坐在观众席，个蛋糕全部都会写。哇！当讲台湾也无按多钱，哈哈哈哈哈。主演啦，主演。韩国几条亚台湾真是无，因为几条唔系底下表演咩，几条坐天台上去就系几条排练场。韩国嘅排练场嘅台老嘅大下舞台嘅台平台。哦。它就是舞台上有旋转的，几个蛋糕没有。一模模一样，要大家就训练个时间嘞，就做在讲，大家心态都低。哦，梦想是梦台湾，没有一年做在有安嘞。听说我请人去做通发，安怎讲？广告最尾后面都会接案啦，嘿。广告最尾点咩上来接咧案咧？五个工钱一卡，抢势到他有动过嘅梦想，系因为开两次嘅翻件，一系讲一系讲宣红嘅耳膜炎痛，假使你下事件多转去，你最上来完成开两次，冇完成哪一只字眼咧？阿伯欠。来来来，问到我是错嘞吼，我大伯讲拎住个书仔哦，跟人工人就挺动开，所以我转去假使书件倒转来，我就挺动手跟书仔做过手，所以你看啊，看几少的沙芒哦，譬如讲签约博哥哦，行情人嘅黑位富裕棋盘，然后请几位先生合作嘅，那今我创作烟啊，还有然后特别是黑位富嘅，咪就那个今我创作烟，咪我咪都有去参加，我咧常常缺课，我有碰到，冇冇冇，还回到你只课。想好推的推踢，我个套路，莫去主持，就会专心做歌曲。所以定来定来，来准备爱发唱片，一首副歌这样子，一首副歌。都不是，来闯啊闯闯，来听听不听，听听不听闯啊，好。韩国好吧，谁人会安多傻？韩国苏荷。
错了给老人家。好啦，时间又来了。好啦，其实唔会差啦，但是那个浮夸的部分可以减少。因为做主持的心脏根深蒂固太浅嘞，所以他刚想到把看咪说这些啊，给主持啊，怎么在做歌曲啊？那做歌曲你喊微笑，怎么在讲太多 voice 哎呦？所以现在开始我不讲话。好，那你等一下也不要讲话，就场景用把你点掉哈。飞机呢，半夜时间多转，因为最想转到马来西亚。那最想转到在该国立专考到该时间，因为转到该时间爱上讲可能爱。保护个人生冇停为冇强用，他可能做个事情未会完全冇强用，可能未会过得好快乐吧。有可能嘛冇停错吧，因为你人生冇法度过冲乱，人生是想嘅拍出去嘅水，冇可能要修转来嘅时间。不过底下很多的结识来什么，向等待这个嘅梦想之路向前行。不过向向梦想，还系有成功嘅朴素，有哪条朴素？等下将来继续到大家听下来分享了。一开始你可能呢，第一只舞台，然后你去做皮狗，你去主狗。不过你就算皮狗，你咪好好来做，好好来演，然后去尊重主狗个演。有一年呢，你有机会做主狗嘅事，你有办？去杀定一机飞，杀定一只机飞，绝对冇变佢。冇错，去杀起来，去背着，哎，不中得，中得，中得，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动手黑家阿婆呢？你系点解？你出个妹浪出条？冇错，因为有机飞呢，就会本人吓到。欢迎大家多做来后生太上公的节目现场，加有个讨论到很多人生的梦想嘛。不过人生无法度重来，哎，重点系讲你了解做事的过程地度，听说有本于成功的东西嘛。不过太上公成功的那个秘诀，就讲朴素，然后空口是无重要。请大家来分享本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一下，你这个。知道有这个有成功，有太多这个目标，都得系意思那一条东西啊自己。其实我讲我爱真人生系同很远嘅人，因为我讲我爱有，所以有太多一系列目标啊，所以梦想有完成的。一系列一般呐，因为啲人前后冤呢，嘿，因为啲人嘅习惯都会想讲啲，我嘅目标，真嘅目标其实很多太起立，不过还要继续三嘛，我说我讲过。我的成功的朴素最基本就会上嘛，不过上嘛也肯定大家都懂上嘛，基本，因为最基本，因为大家都懂上嘛。我说但听上嘛，嘿唔来，你个态度会懂从业为，你对人啊，我非常的谦虚，我非常的佛山，还讲呢，我尊重，非常尊重，还讲虽然呢讲到我谦虚也肯定是懂从业，不过我讲到青岛的时间，你一开始会挺谦虚，点到变成讲，你可以唔去吃噶，就冇痴心，冇心情。我说就算谦虚发，一开始你控。你第一只舞台，然后你去做皮狗，你去主狗。不过你就算皮狗，你咪好好来做，好好来演，然后去尊重主狗来演。有一年呢，你有机会做主狗的事，你有办？去杀定一只机飞，杀定一只机飞，绝对冇变佢。冇错，去杀起来，去背着，哎，不中得，中得，中得，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动手黑家阿婆呢？你系点解？你冲个妹浪出条，发现你。因有机会呢，就会本人吓到，吓到不行，所以爱用就好咧。哎，看到你们像看到青叶般的，冇啦。不过讲真嘅，加阿子讲实讲，你系三万系最基本，因为你系冇三万马上会停上嘅，因为天出此出杂嘛。所以讲阿英真咪想讲有安尼强用嘅想法，咪冇。嘿啦，因为像爱七个真是想要做嘅事情，其实爱做唔到。古说呀，几年来爱就发现到，我去做念。像你想要做嘅事情，结合到你做得做，做会到嘅事情。像我虽然冇办法去做一个照顾人嘅人，我讲很愿做到一个爱十分享受嘅条路，做得加油一份条路去天呀，比如讲喂企鹅啦，照顾一个熊猫啦，甚至爱做戏啦，去天呀做护理师，喺家嘅哦，睇下唔是紧张，就做戏听听啦。爱做讲，嘿，我去改变自家嘅想法，像有懂懂人啊，像我去到苗苗人。公司太公司来做事，哇！当上忙，当上忙哦，真是变去个后生发现到啊，我个梦想完成了呢。点到底下间公司都无梦想嘞，越做越开，越做越甜，顶人生都在样办好。就分公司，哎，甚至我有点会迷失方向。我说样办嘞，顶个四条底波诶，越做越好，越做越真，越做越认真，真诚个真，真心个真，啊，认真个真，是啊，认真。
上嘅啫，系都讲起追重要嘅事情啦。冇咁强，即系讲认真意思嚟讲，因为签到自家嘅梦想嘅多啲，成为万幸嘅内底嘅东西。即系讲，有时不同阶段有冇强用阶段嘅目标嘛？假设你在阶段目标，你就只有这个目标停停，你万幸啲过后，你就人生变得冇落冇错。摸下摸落，你就觉得说哇，我现在到底要干嘛？所以要动到头退休的人，一边的摸落摸出过后，你电脑当中已要个录音器按键的镜头会发现会出现啊，给回去能起到万心梦想的讲现在讲有新工该挑拣系嘛个？从爱之家，爱系因为先吃工人生，想签到自家的梦想，所以到了当中爱起到。切对咗唔得放弃，系当重要嘅。除了头先子宇讲嘅三万，还系爱自己都切对咗唔得放弃，因为你放弃是完全冇力嘛。所以到了当中爱自己都是系不论遇到乜嘅困难嘅穷样啊，放弃是系冇力。从爱呢下签到爱自家嘅梦想是系，爱去实践一个空间。建构一个空间啦，应该按你讲，因为我转去做当个目的，其实系爱捞阿妈个老屋，即老屋火化。不过阿妈个无下，我转去，我是到阿妈无下孙，偷签到一间无动墙，阿妈无下，还改间无我捞去做独立书店，还台江美地其实了下独立书店东南走，东南进，非常难嘿。可是我知道，因为个系。梦想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地址打下，太敢没做地址，所以没是切对中的放弃。竹东捞那个王山的夹界的蔬菜，冇夹诶，系竹东捞王山长度为夹界，台山县，台山县，温度慢慢来，慢慢，书店温度慢慢来，做得看书咪做得，做得时差来，去我都拜到，咪慢慢来，行路行路。做在砍树，做在卖树，还我用印度个唱歌，我用印度个讲故事，做在喝咖啡，做在喝下午茶。唱歌我跟英国人不白欠吼。哎，摩天桥哎，跟新北林宥嘉呢。干嘛没做在去给片做护理师？哦，有可能。我们现在去给片做护理师。有长照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找李颖珍，懂得？我们会违法。我签到嘅阿公阿婆做在咧，阿呢类盘就咪带动唱，开始做的咧，冇错啦。不过最近讲到了新工又当到朴素，我相信白欠嘛，又当又嘅心得哈。系啊，因为对人都讲哦，梦想你一件事情哦，系完全差不多就白伤。因为我家下就讲，我得去些想要做。完蛋，那你剩下人生只剩下完成二成就好。不是三忙了呀，两伤。哎，他考那会最高难度就会剩下了两伤啊。所以我得去些东西要做线上。不过我大学的时期啊，又去补习班教书啊。该东西其实下下啥皮都有讲啦，因为我当喜欢写那种板书啊，写到动画款，啊，自家会编教材吼，所以做动画马上摸头书该好。上咯，还有刚要去景点传了，又带有多一点啦，都买不给嘞，太好太好了，谢谢。忙出社会之前，做得热是浪漫的。哇！大家告诉你，所以我是想讲，假使最近两下冇做主持之后，我退休之后咪做得转去做线上，做补习班名师咪做得啦。他就出他的两伤可能就会过手啦，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成功嘞，算嘞，他的底子在打扮啦，太羡慕啦。教材全部就用冲给啦。等一下，你都讲很厉害嘛，该以上讲，我打扮，以上讲。对不对？我病气嘛。哎，我讲起啊，我从做上位做嘅事情，跟喊做嘅多嘅事情，古所喊白搞英文，全部就用冲嘅。啊，做咩？对，我都讲成功秘诀就是除了我就什么我莫病气，还有就是吸引力法则，我就奉行啦。你相信的事情，你就一定会做到。对，我都讲，真嘅是要爱也唔爱，莫做唔到。嘅事情啊。今天动大笔，因为白天动眼睛嘅，因为还有一个，你讲话动情况，你要相信自己，因为相信自己。
其他人就唔相信嘅，因點自家都冇相信，嘅世界因為有可能讓人睇住，嘅理解你想下，自家下一階段人生目標係乜嘅？其實我同詹神睇緊 Hello Kitty， 你講 Kitty， 聽說 Hello Kitty， 聽說你會懷到眼底嘛？因為東兄會做條假嘅人，但是我知道最重要就係因為亞哈其實。像我就出生都是懂幸运跟人的亚哈对很多梦想如虹，但是我知道亚哈太家爹穿钱啊上门大便爹做起来兄弟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用强松放空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懂多事情第一亚给年头亚给时间你懂是很忙做，我说对你来说我知道他一给他的黑马给其实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去把握人生，但是我会好好来整下亚哈做嘅事情，因为有懂多嘅事情，可能你唔去欣赏时代啊，你就做唔得去做咧，去冲去看演唱会啊，要有啲东西啊，嘿，真劲！我上来说，我好好来调治七家，还有你爱老七家嘅身体啊，老身后面你皮周盘要张开最重要嘅人生嘅团，真劲！然后咧顾一下自家身边嘅人，可能就系最重要嘅。假定最尾半日来讲一下，自己人生目标，我真的好羡慕当金仙呢。我的人生目标也是不是做梦想的条路，是不过当然有进步的，是因为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赚更多钱是我的目标，我希望在40岁以前就来环游世界，怎么哇买地买地起步是我的梦想，很多钱都讲是有一下做的可以事情，其实这个样子就是我想要做马改就做马改，是说有钱有赚到钱我想要做埋，做埋嘅就唔是想讲哦，我条拜天做，我做埋嘅梦想嘅条路，也唔系我人生嘅目标。嗯，我哋大家都同想爱穿有钱，大家要想爱做埋嘅，真嘅就想爱做埋嘅。唔过仅仅吼 ，yes， 一二三嘅桥，怎么样嘅统计吼？你下所有嘅老公朋友要超过70%嘅人，因为讲你下梦想还蛮完成，唔过甚至有24%嘅人因为。做出放弃自家嘅梦想，希望大家唔好做了24%嘅人啊！喂，唔记得后背肯定挑战，向定自家嘅目标来前进咯。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来收看你嘅后生太上宫，勇敢太家哥。相信太子家托骨小嘅细节，只是一个暗涌选嘅作文题目，只系爱嘅经验。可能有的人完成一人生的梦想，有的人和同人生的梦想路向慢慢行向前，不论结果很用心，希望大家不要按简单是放弃了，记得要继续来上网打拼，本这个人生变得很精彩很丰盛哦，要加油哦。